为什么有的女生撩不动？女生撩不动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，你根本不是她的菜，直接的来说就是你不是她喜欢的那个类型。第二种原因就是谁也撩不动她，她是一个很理智的女生。其实每一个女生，不管你在她身边做什么，她都可以选择无视，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她到底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。女生并不是真的像你想象中的那么迟钝，每一个女生都是非常敏感的，面对感情，她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要灵敏得多。有时候只是你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就能让她感觉到你在想什么，她对你做出的反应完全靠自己的理性判断。